来公园喝茶，路边的婴儿车旁，一个女生正双手伸进婴儿车，小心翼翼的，想抱又不敢抱。我想她可能是个新妈妈，没啥子抱娃的经验，为了让她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，我让我的保镖把娃递到她的怀，手把手教她如何正确的抱。看着她激动的神情，我能感受到母爱的珍贵和伟大。做了好事的我春光满面，但没想到的是，拐弯我又见到那个新妈妈。此时她正抱着娃儿急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，听到娃儿哭闹的声音，我猜她一定不知道娃娃饿了要喝奶，于是我拦住了她，让保镖弄来了奶瓶和热水，并且花了两个钟头给他详细讲解了如何冲好奶粉。正当那个时候，一对情侣推着娃娃车走了出来，我仔细一看，这不正是这个娃的娃娃车吗？我想他们应该是拉住我了。我可以感受到此时此刻一位母亲丢失了娃娃车后焦急的心情，于是我带着新妈妈过去找他们扯皮。当看着眼前这位女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我想她一定是知道错了，知错能改，就是个乖娃娃。师妹，师妹，外甥了，公司里又多了个弟弟了。